火就会火，会火的小伙伴大家好，我们是 Bing to One。对，我们交给刘宇。非常荣幸 ，Into One 可以成为什么来着？走完了，来劲报道学舞。哎，我们让普通话很好的家园来说了。哇！各位最喜欢的一项冬奥项目是什么？单板滑雪。花花。嗯。我就是单板滑雪，打雪仗。雪和大战吗？雪和大战。雪大战。嗯。有不好意思，好意思，好意思。那大家就是在练习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什么心得吗？穿的厚一些，没有，还有就甩一点，开心吧，开心。对。或许你们知道冬奥的吉祥物叫什么？冰墩墩。那假设他会说话的话，你觉得他会说什么？你俩握个手吧。然后我们这里有几个冰雪项目，然后看一下大家都玩过哪些。哇。没有，没有，哇！真狗，真狗会拉我吗？真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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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上自行车啊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！一个死人啊！这啥呀？这个是？这什么看不清？用双手杵的是吧？没有，那么多好玩的。哎，这看着好好玩。对，我还玩过那种水上的那种。没。啊啊！当然。那你们觉得在雪场或冰场上面，怎么穿又保暖又帅气？有一些怎么了？这可能在里面可以穿一个 T 恤。这是你今天的穿法。对，就是今天的穿法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肯定是黑色和金色。然后，那就是前段时间你们都走过几次红毯，然后呢，每次走的时候都会带什么东西？还是说这个道具是你们招商位？你们有什么想说吗？什么招商？希望各位主要是关注新歌。嗯。看过吗？没看过，对不起。那你们觉得你们的油麦比重和帅气比重哪一个？我觉得表演的笑声就能占50%。米卡觉得。刘宇跳进那个运动会上面吗？大家都说你被叫去加班。所以如果你自己下班的时候突然临时有事情要去工作，你会？那真的是林墨今天的心情了吧？天，怎么回事？我听说你们被吓到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谁说？嘘嘘嘘。没有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就说我现在我手里有个东西，然后你必须要接住，他不敢接。是怕谁？是怕他动不真？不是怕山猫都爸爸。米卡最想跟在座的其他那位成员互换头发。我觉得比握掌都可以，所以所有人的头发我觉得很好看。关键是如果你先，他也要用你的发型。哦，他也要我的，那留一把。等一下，还有不是单人的问题吗？哦，认出谁模仿他？哦，这挺难的，都是在模仿你。应该是刘宇的吧？哎，是吧？哦，因为他也有泰国口音呢。怎么这样呢？是什么？对，还可以这样。整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，刘宇吧？要，但是好像有两个人呢，像博远。对对，很像博，对，还可以这样。整蛊是什么？博远吧？是博远还是刘宇呢？刘宇和博远啊，不是吗？哎呦，你好聪明哦！对啊，是你吧？米卡模仿一下，米卡模仿一下，米卡模仿一下，模仿小九。说很多，所以说。米卡模仿一下，模仿一下。奈奈，给我一个。你要模仿我？行行 ，OK， 放过他吧。他不要我这一个。这呢？对，小九，我记得他有几个特别好，就是他那年我问他，你就直接模仿吧，可以不要讲，可以不要讲过程吗？玉米爆，对对对，我可能就还好吧，但是只是说他们给我有时候跟我聊天，我能接得了。那真的会经常到就是亲戚给你发红包，都是直接悄悄咪咪的背着我妈的视线，然后把钱塞给我，然后就这样。这么好吗？吃完了吧，吃完了吧，还有两块吧，好脆。跨年那天我其实点多了，说实话，就像那种聚会一样，就去每个人点一点什么。我点了水果，你们就不要。香蕉园，现在大家看到你都想给你加一点汗，你内心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成功打出了个人标签。来，我们带了这个。哇哦，可以。哇，你看他坐在那个，坐在那个，手要放在这儿。哎，好好
笑。我第一次看这么立体的表情包，还会吃碗。带着吧，带着，新年快乐，祝你 Happy New Year。下一个。下次你们把派派所有的采访剪下来，每一句都是好。好。经常被 Q 被。行，然后我要每天要找刘宇哥，然后就跟刘宇哥来检查。标准。你说的很标准。哇，你个表情包。你在说啥的？透露出一种尴尬。你上火看起来很失望的。下一个就可以。嗯，对，哇，要给大家展示一下，今天也穿着了吗？真的，哇，你真穿了，就会穿它作为打底，这个就比较就是会贴着身体保暖一点，这玩意儿保暖可言吗？其实，在冬天它还是可以起到保暖作用。不知道这有没有加绒的老头背心？那个不知道，老头的不知道有吗？把你的老头背心安利给就是其他不经常穿的一位成员，我觉得大家都会穿。林墨不怎么穿，林墨不怎么穿，他让远哥教我说粤语。我再送你一个吧。然后呢，就是近些年时间被问的最多的问题。发现来采访的老师，他们都会看我们其他的采访，然后从其他的采访里面又抓一个问题来反问我们，对吧？这样的感觉。当然。老师有做功课，非常棒。然后我们就还有一个。